哎，哎，又来这套。听闻南渊国国王暴虐成性，蛮横无理，但本公主也不是好惹的。若你敢强迫我，那我就自尽于此。那传闻里还说南渊国国王脑满肠肥，奇丑无比，你看我像吗？好了，像本王这么单纯又可爱，怎么可能暴虐无度嘛？你别过来！来来来，往这儿滑！来，你往这儿滑！来来，你怎么碰瓷儿呢？我好像真的划伤你了，对不起。哎，没事儿，反正又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说啊，你连一国之君都敢伤害，真是个不怕死的女孩子。我要是那暴君，早就将你凌迟处死了。好了，我叫凌君，你以后可以直呼我的名讳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不如我们交个朋友可好？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叫寒生。寒生。